What is KK 音标 ？Taiwanese people learn KK 音标。Teacher, you don't know KK 音标 ？Good morning, class. Today we are learning phonics, 自然发音。Teacher, what about KK 音标 ？What is KK 音标 ？Taiwanese people learn KK 音标。Teacher, you don't know KK 音标 ？Wait.What is KK 音标？所以今天这影片呢，我会给你一个音标的懒人包。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So 我们用 automation 这个字来当一个例子。首先呢，你可能有看到这个斜线，音标都要放在这些斜线的中间的。Now 你可能有看过音标放在方括号的中间。So 斜线跟方括号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斜线是粗略版的，然后这些方括号呢是标的更详细的。不过除非你真的在语音学的教室里面呢，否则是不用用到这个方括号的。我们看这个斜线的就足够了。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两个符号。这个符号呢是主重音的符号，就是这个音节呢会念的最给力最重的 automation。然后这个符号呢是次重音，就是这个音节呢也稍微重一些些的 automation。然后其他的音节呢都是轻音的。呵 ，Now 你知道吗？其实两个不同的字典呢，就算他们两个都是用国际音标的，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习惯的。呵 ，So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一些只是有一些字典会用的一些符号。OK，So、okay? 呵，Okay, let's start. 首先呢，这些点点是用来分音节的。有些字典就是很好人会帮你分音节。下一个呢，就是这个好像冒号的符号，这个是代表这个母音呢要念的长一些些的 automation。那这个符号呢，英式英语的字典一定会有的，但是美式英语的字典呢，通常会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式英语的一些母音的不同的长度的那些差别呢。没有那么分明。下一个呢，就是这个 T 下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V， 这个是代表弹舌音。所以这边这个 T 呢，其实只是你的舌尖会点一点上面的 ，R 的，很快速的。这个是一个美式口音的一个特征。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符号，很多字典呢都会把它变得小小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这个呢，会好像不见的，会被消掉的。你再听一次 ，automation。听到吗？这边这个呢，会好像消掉，然后就剩下后面这个 n， 这个现象在语音学里面叫音节辅音，全部子音母音的符号。OK， 我们先看子音，这个是 b，bay， 这个是 p，pay， 这个是 r，ray， 这个是 w，way， 这个是 g。gay， 这个是 hey， 这个是 day， 这个是 say， 这个是may， 这个是 kiss， 这个是 top， 这个是 fish， 这个是 van， 这个是 zoo， 这个是not， 这个是 she， 这个是 asia， 这个是 thing， 这个是 this， 这个是song， 这个是 chip， 这个是 joke， 这个是 yes， 这个是 lip， 然后这个呢，如果那个 l 放在字尾的话，是一个 o 的音，舌头的后面是翘起来的 o。For example， tell， 所以字头的 l， 了或者字尾的 l， o 呢，都是用这个符号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母音喽。Let's go， 这个是 bad， 这个是 sit， 这个是 caught， 这个是 hot。这个是hut， 这个是 need， 这个是
look， 这个是 look， 这个是 bed。接下来这些叫双母音，就是这些母音呢里面是有两个音的，所以你会看到两个符号的。我们开始，你就会懂我在讲什么了。All right, so let's go。这个是 eight， 这个是 eyes， 这个是 old， 这个是 use， 这个是 out， 这个是 oil。最后还有几个特别的符号 ，so 这个呢叫弱音，是完全放轻松的。For example, about 这个呢是一个卷舌的母音。For example, her。Now 这个呢也是卷舌的母音。但是这个呢就是在轻音节的时候会用的。For example, father。